上车上车，你们都想要吗？想要的话我跟帅哥说一下。家里没有，我外面买了一个，来。谢谢谢谢。这口感咋样？口感非常好。我们这个海南金黄毛，皮薄肉多。对，这皮是很薄，对对对。很好吃的。嗯。多吃一点。不用客气。我很爱吃芒果的，等一下我把你们的芒果都吃，吃很多很多的，我能吃。可以，没事。好多芒果呀，你这里的。对。都在这里打包啊。对，都在这里打包。上车上车，你们都想要是不是？可以吗？对了，想要芒果。我想知道，我是过来问这个事情的，就是，这你们这个芒果和凤梨这些能不能寄远的地方？寄哪里？四川呀，我想去四川开店。寄过去。应该会坏吧，坏是吧？对，毕竟它的路程有点远。那没办法，那我叔叔阿姨们那么多都想要，那你能不能给我叔叔阿姨们善一点？就是你看我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对不对？像叔叔阿姨他们也不在，那你在，对不对？你应该跟叔叔他们都一样的吧？可以啊。对，你就给我叔叔阿姨们炸一波呗。可以、啊。炸的不多没事，就是价格少一点。那可以，也不能炸太多。不能炸太多啊。对，因为这个成本有点炸多了。成本高是吧？对，成本就会提高。叔叔阿姨们，能不能我们就不炸多，就炸个能炸多少？炸个几百单吧。炸个一百单。那我们就炸个一百单，然后价格就少一点，可以那种，可以，我们不要数量，我们就价格少一点那种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，可以是吧？谢谢谢谢帅哥姐们，你们真的想要吗？帅哥姐们想要的就扣个一，不想要我们就不炸了，想要的就帅哥想要在公屏上面打个想要，对，小莫炸一波。好，那我们就，那价格多少钱？价格等一下，那个吧，要不然等一下，这个我们在这里聊这个抖音，爸爸多提示，抖音爸爸提示。我忘记了，可能。价格能多少呀、啊？32.9。32.9给我炸是吧？对，5斤。5斤。嗯，真不。直接下车吧，只有100单，帅哥姐们。那你就给他们叫他们上车。可以，我去安排一下。嗯。上车了没，帅哥姐们？上车了没？上车了没？他说占100单，32.8。嗯，上车了没有？你们看一下，他是忽悠我们的，是真的上车了。嗯，真的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甜。有5斤啊，有5斤，32.8有5斤，你们去看一下上车了没有。看不见人，看不见人吗？你们是看不见我，是看不见谁？看不见人吗？抢了一单，谢谢你们自己去抢啊，100单啊，拽个睫毛。在下方想玩车了是吧？已经上车了是吧？好，那你们自己去抢啊，在下方想玩车，100单。抢到了的扣个一，来帅哥姐们，抢到了的扣个一。金黄芒果啊，帅哥姐们，金黄芒果啊。
对，抢到了的扣个一，拍了三单，谢谢谢谢。只有100单啊，一家人抢一单啊，帅哥们铁粉嘛，家人们一分一单抢一分，一个人抢一单。三亚啥时候收到货？你就到三亚，你就不要拍了。你们这里就是出这个名，出这个芒，出这个芒果的。你们在三亚的就不要拍了，帅哥行吗？在三亚的就不要拍了，在别的地方拍就可以了。抢到了是吧？谢谢谢，拍了2单，好的，这可以多拍几单啊，帅哥你们多拍几单，都是这样子的，都是这样子的，看到没？可以多拍几单。没有了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吗？还有没有？抢完了吗？抢完了吗？帅哥姐们还有没有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对，喜欢吃芒果的都去拍一单啊，帅哥姐们，100单抢光了是吧？抢光了吗？还有，对，还有就赶紧去拍，还有就赶紧去抢，还有就赶紧去抢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刀好锋利。看到没？哇，这个水分很足。我也跟着那个帅哥学一下。我记得他刚刚是这样切的。好多水呀，水分很足呀。100单啊，帅哥姐们，赶紧去拍啊！还没有拍的，赶紧去拍。在下方小黄车，看到没？金黄芒果啊，金黄芒果，玩芒果，帅哥姐们。解渴，皮薄肉厚，它的皮好薄啊，你们看到没？它的皮好薄好薄，像我的指甲一样，皮薄肉厚。已经拍了是吧？每单几斤？每单5斤啊，帅哥姐妹5斤。每单5斤啊，帅哥姐妹。拍了，谢谢谢谢。拍了的扣个拍了，帅哥姐妹，我家有铁粉干爹干妈们，拍了的给拍。得个拍了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们已经拍了。而且你们说到货了，你们就给个5星好评啊！再给你们5星好评。拍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拍了的打个拍了，然后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们打进去还有没有？你们是不是有的没有拍也说拍了？因为100单，现在还有人说。很多人都说拍了，但是还有吗？还有的话就赶紧去拍啊，赶紧去拍。真的非常的好吃。等你一下，吃吧。每天发货啊，每天发货再给你们。拍了10斤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微微付不了是吧？微微付不了就没办法呀，微微付不了就没办法呀。老人小孩都爱吃。没挂车，挂了的在下方小黄车啊，帅哥你们挂了的在下方小黄车，杭州拍不了，拍不到，有的地方应该是不支持啊，帅哥们不支持配送啊。拍了大果，好的好的。拍了1单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微微可以付，有的不可以付，有的可以付。干爹干妈们，我教阿紫教你们怎么付好不好？阿紫教你们怎么付款，怎么付这个，怎么拍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干爹干妈们，你们的女儿教你们怎么去付款啊，怎么去付款。你们的女儿教你们怎么付款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你们不会的，不会拍的，不会拍的不要急，有你们的宝贝女儿在这里啊，我教你们怎么拍，我教你们怎么拍啊，帅哥姐们。来，我们现在在阿紫的直播间啊。
下载阿紫的直播间，我们点进去，点进去之后呢，你们看到没有，是不是好漂亮的芒果呀？然后我们就有立即购买，立即购买之后呢，我们这里选好这个重量和大果和中果啊，有中果，有大果，有特大果啊，送给你们。我们选好之后呢，我们选买哪一种我们就选哪一种啊。选好之后呢，这样子选好之后呢，下面这里立即购买，立即购买啊，兄弟们！哎，我的手机太卡了，立即购买，看到没？这里呢就是填地址的地方啊，填地址的地方，填好地址之后，这下面提交地单就可以了啊，提交地单就可以了，帅哥姐们，在下方想完成填单，提交地单，会了没有，帅哥姐们，会了没？会了没？不会的你们可以问我的啊，不会的可以问我的，帅哥姐们，不会的可以问我啊，来，在下方小黄车收到了就可以吃吗？对的对的，收到了就可以吃了啊，帅哥姐们，你们收到了，如果不熟的那些也放一下就可以吃了，熟的那些就收到了就可以吃了啊，看到了没？哇，皮包肉厚，真的好多肉啊，已经拍了两单，好的，谢谢。刷菜脸皮收到了，收到了是吧？好的，是不是很干净，很好吃？我感觉我吃芒果好浪费哦，这样子吃，对不对，帅哥你们？这样子去吃是不是很浪费啊？哎，你好小姐姐，你来说一下呗，你来给我说，你讲一下芒果。我们这边发的芒果的话，因为是从树上摘下来的啊，摘下来的经过排浆了之后，然后再从三亚这边产地送到大家的手上。然后如果大家收到了之后，如果我们芒果的颜色不是，我给大家拿一个果来啊。可以。对。我们摘的时候是这种颜色的，大概就是6到8分熟，然后我们发到大家手上了之后，有的还是微微泛黄的，有的还没有黄。嗯。然后如果说没有黄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把那个纸箱里面放上一个苹果啊，把它盖上，在家里捂个一两天，然后等它黄了软了就可以吃了。有的就还没黄是吧？有的就黄了。对对对，如果看到就是轻微发黄的话，就可以直接食用了。嗯。嗯，对，这样子的啊，帅哥姐们，你们意思就是你们收到货之后还有一点点绿的话，你们就放个苹果在上面。对，因为苹果的话它也是催熟的。嗯，给大家拿一下我们的几个芒果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对，所以呢放心的去拍啊，帅哥姐们，小孩很爱吃又甜，对，水分又好，对的对的，帅哥姐们，哇，真的水分很足，我的手全部都你看打湿完了，水分很足很足啊，帅哥姐们，甜不甜？甜，真的甜，帅哥姐们，你们相信我，甜，只要你们爱吃芒果的都去拍一单就可以了，你们相信我，真的很甜啊。阿泽已经拍了，谢谢谢谢。收到果干嘛呢？收到发苹果干嘛呢？因为它有的还没有很熟啊，帅哥姐们，因为从树下摘下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发到你们的手里还不是很熟，发到你们的手里面有的是这种已经成熟了的，嗯，有的是这种还没有太熟的啊，嗯，就是看你们喜欢吃什么口感，纯甜的话就是等，因为我们这个果子本来就是纯甜的，等这种放到全黄的话就是已经熟度非常高了的，嗯，如果说微微发青的话它还是有一点点硬的，对，放苹果容易熟一点，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，发苹果意思是让它纯放苹果的话它是催熟的，不是，有的时候我说不出来， 是很划算，我们这边是产地直发的，这个是三亚的一个金黄芒，口感的话是纯甜无私的，而且它的果核的话是非常小的啊，软一点的好吃， 对你们要放这个果核去洗一下，等一下给大家展示，是非常小的，对对，他去给你们洗那个果核了，他让去给你们洗那个果核，小不小啊，帅哥你们，你们放心去拍就可以了，在下方小黄车，他们摘下来的树上摘下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有可能到我们手的时候，有的就有点黄了啊，有的就有点黄了就可以吃了，这个就很软了就可以吃了，有的就还是有点硬的啊，如果我们收到的还是有点硬的话，我们就
发个苹果在上面啊，发个苹果在上面。如果当初你是这么着的话，那你应该。